没事，没事，快请坐。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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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我上厕所。简介，你5分钟前刚去过，没事，马上就不疼了。嗯，请坐。李尖尖，哪位李尖尖？这边，请到这边。简介，简介，看着我，深呼吸。 哥不会走的，嗯，哥一直陪着你，嗯，走，没事啊，爸妈要一点都不疼，真的。我骗你。 哥在呢，嗯。你哥对你可真好，不要那么紧张，一般越紧张就越害怕。没事，打了麻药就不会那么疼了。医生说了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开始，来，啊，张开嘴巴，啊，嗯，好。 那时候是不是感觉好点了？这两天可以吃冰淇淋，而且拔了就不会发炎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们不说话呀？想什么呢？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。我做牙医了，你就不怕了？怕？我真的很害怕，那个医生都拿锤子敲我。哎，你别问我这个了，我不想回忆这个。